本周生肖运势的分析，属猴、属鸡、属狗，你是不是要远行呢？有没有去东南部、东部呢？或到处跑呢？拍拍照呢？披星戴月的同时，有时候你出外逢贵人的机会是非常非常多，但是赚到钱了，人脉好了，也要注意到行车的安全，千万不要酒驾，包括罚单要有所谨慎。